系西湾口街后面呢间嘅地铺，加埋地库咧就成交咗千多万。一般都系咁啊，楼上铺就大概系地铺嘅同样面积啊，三分一价钱咧，地库就五分之一价钱咧。所以你当咧呢间地铺系千五万嘅话，咁地库你系当佢三百万，三百万加千五万嘅时候，即系千百万啦。咁地库就系呢个地铺嘅五分一价钱啦。同你走一转睇一睇呢一个嘅宠物 Victoria 嘅时候咧，千百万点睇？想即时收到最新商铺未公开嘅资讯同埋成交，可以 WhatsApp 呢一个电话加入李根兴商铺资讯 private chat。系，大家好，对，而家就星期二咧，就晏昼嘅1:36啊。后面呢度西湾河街呢度嘅时候咧，就啱啱收到房，成交咗千百万，都卖咗一段嘅时间噶啦。咁咧啱啱我咧就喺正有个唔好啦，就喺正呢个叫西湾河嘅垃圾站收集站侧边，好在就叫做隔住一间铺啊。呢一间嘅铺头嘅时候咧，两间都系宠物店嚟嘅，一个就叫做宠物嘅美容学院啦，咁啊另外呢个就 Victoria， 呢个就 Pet Product， 就系 online store 咁样啦。咁啊呢一间嘅时候我曾经同你讲过嘅，咁嗰时2017年咧，我仲同你讲就系曾经成交过。私傳就大概是1000万到啦，咁啊地下呢個 B 鋪嘅時候就2.9呢度嘅回報，跟住同你講應承咁大下先，咁凡事有比較，但係呢個咧就黐到正側邊個垃圾站，咁當然個價錢會受影響好多啦。呢間好在就隔一邊，同埋呢個叫大單邊嘅位置，唔係小單邊嘅位置，加埋個地庫，咁啊比較開揚好多。咁兩間鋪一比較就梗係呢間值錢好多啦，呢間感覺起碼貴多三四成啦。咁啊個所以 Victoria 呢度嘅時候咧，嗱睇到幾級樓梯上嘅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級樓梯咁啦，咁咧就向住呢度入邊。去到 all the way 去到後巷呢一度嘅，咁啊同你去睇個後巷呢度咧，咁後面咧就加埋有個地庫咁樣嘅，所以前面咧就 Victoria， 後面咧就講佢 East Island 嘅 Animal Hospital， 東區動物嘅醫院咧，佢變咗啦，我唔知係咪兩個租客定同一個租客，但係總之就 all the way 嚟到後面呢一度啦。咁所以呢度嘅時候咧入去，咁就呢個嘅 hospital， 咁呢個開放時間呢、這個就留院部呢、這個入口，咁啊地庫啦，哇嚇死啊！咁啊嗰邊嘅時候咧就上面就係嗰個嘅 Victoria 啦。咁啊，後面嚟翻呢一邊嘅時候咧，後面有個我諗同一個租客嚟嘅，喺呢度後面又翻嚟咁樣啦。咁唔知點解 ？Anyway， 咁啊，今次就講係呢個，總之呢個地庫再加埋樓上，喺後面都已經成個大先。呢度讀基本資料聽先。咁呢度就基本上係呢個嘅西灣河咧嘅西灣河街啦。咁啊，靜就好靜啊，呢啲位就4-4A 都堅信啊，地下嘅加埋一個地庫啦，咁就西灣河街4A 鋪啦。地下就大概850尺咧，地庫就講緊係呢個900尺咧，加埋1750尺咧，建築面積咧，原本要價就話吹水啦，2400000成交咗就1800000到啦，咁啊就租金51800元，咁所以個回報嘅時候咧，計下就大概3厘嘅回報咁樣啦，咁啊個就係新嘅租金咧，我入手上面有個資料就53000元，但大概咧3.5厘到嘅回報啦，出翻去外面嘅西灣河街俾你睇睇先。望真啲附近環境啦，呢度連續兩間咧都係寵物店啦，咁啊 OK 嘅，都聚一聚一下啦，靜一靜噶啦，全部都車房啦。嗰邊咧就講緊係筲箕灣嘅方向啦，再轉翻過嚟呢邊咧就講緊係西灣河嘅方向啦。咁呢度比較吊腳啲，全部都車房，靜噶啦，呢度一陣靜噶啦，俾曬都靜噶啦。至於怎望呢個嘅時候，會唔會獨立地呢個會唔會重建潛力啊？比較細啲嘅地盤側邊支要垃圾站，我諗難搞啲。咁但係1800000咁大間，你想點啊？回報又高，咁啊需要同埋做寵物嘅話咧，一般就比較穩定啲啊。咁啊，因為而家寵物店嗰啲需求啊，獸醫嘅需求比較大啲啊，所以 OK 喎。感覺嘅時候1800000貨仔，係啊，咁啊又地鋪加埋個地庫咁大間嘅時候買樓都買唔到。感覺一個靜啊靜啲啊，呢個位就6.5分咪，5分至10分至8分片咯。嗰啲分業主有放手，好似咁嘅款式嘅6000000嘅10000以下就揾我哋，今年要買6400一個老地買一個。各位家，各位買家，有冇放手揾我哋啊？多謝。